我后来发现，我无论拍什么戏啊，你像这种现代戏都得吊威亚。对，我是长在威亚上的男人。然后呢，对这个角色里的爬楼这块，这威亚其实叫不上什么劲，就真是我在爬。哎，威亚是一个安全绳。哎呦，这头开始啊，我抖音上应该他们都已经放这花絮了。就是聊天说那天大林你就那个来吧来点，我说那个手机用给我吗？道具说不用没事，老师那个导演说就先试一下，你看看这个怎么样？还行，手机我叽里咕噜我就上去了，然后到了这儿我说差不多可以了吧，然后赵哥说好，来大林把手机拿出来开始拍吧，我说没人告诉我呀，他不告我不要吗？妈呀，我那天给我累坏了啊！这个我们也印象挺深刻的啊。对，那个可不好来，真爬呀。那可不是真爬吗？对啊，倪老师，您说。